链，它是腰带松紧的。那这一条裤子呢，一样整件都是腰头弹，裤管跟这边全部都是全弹的。再来就是这里，它这里面这边有做圆弧开叉，好，所以我觉得这是它侧边的部分穿起来是非常修饰腿型的。好，尺寸是 S 到 2L。好，那屁股的部分是这样，后面有口袋，真的很好穿。身高168，穿给你们看裤长，然后裤裆不会憋，然后看一下裤管哦，那个运动腿玉婷好不好？我的腿就是比较肉一点，那你们看这个裤管完全不会贴，完全不。然后我168比较高，屁股蛋还非常的安全，对，非常安全，不会漏，屁股蛋不会飞出来，对，完全这个可以买，真的好穿。有熟客应该都很清楚，我们家的下半身真的超强，不管是牛仔裤啊，